接住落嚟咧，呢一首曲咧就係講海瑞奏嚴嵩嘅故事，送俾大家嘅咧就係《海瑞之朝陽明鳳》。咁啊，為我哋演出嘅兩位朋友咧，分別就係温賢才先生同埋趙翠薇小姐。咁啊，相信咧，《海瑞》呢個故事咧，大家都好熟悉噶啦。好，而家有請兩位。人哪怕埋风
极欲举核严嵩，但怕夫人阻拦，星夜前来午门，在那醉宴亭外，写罢奏章，明早上读天庭啊。Bye.
千情难控，妻离为门光求也说不通。催潮啊！夫郎待为妻
人啊。
世如虹，真昂昂，愿天下无为谁共，诸国产，千秋万世兴大同，满牺牲，传义传忠，传帝统。
送啊难看只觉风雷雨。